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白话。好，在这个星期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其实呢，也就从几天前开始，在亚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峰会，好，大家都齐聚，目光都锁在亚洲了。为什么？来，好，因为中亚峰会，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以中国为首啊，中国大陆为首，他们呢其实找了中亚五国，然后一起来到了西安来做一个峰会。那为什么大家会很在意这个？因为那个是他们今年第一场的主场外交。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次他自己做东来做峰会的东道主，而且这一次呢找了东亚、中亚这几个国家来啊，有一个讲法说啊，都是斯坦啊，然后比如说什么土库曼啦、啊，然后比如说是这个在中亚这边，他们之前呢跟哈萨克、跟这些国家其实都有一些的往来。而且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在疫后出国，记得吗？其实也是去中亚的国家。所以到底为什么他这么在意中亚这个地方？思考逻辑应该是什么？这次呢他跟他们个别见面之后又有一个全部一起的峰会，那里头看点是什么？今天必须好好来说。那个峰会呢是在广岛，现在大家陆陆续续的来了。日本广岛这边要办的是 G7 峰会，同时他们也邀请到了其他八个国家，说是要跟南方世界做接触。八个国家里头，还包含了亚洲之外的巴西，为什么？这个思考逻辑又是什么？那到底如何来看？因为大家说这两场应该并在一起看，彼此是在一种火力比拼的状态，还可以这样讲。到底要怎么样来看门道跟观察里头真正的行情？好，来要请到的是我们的国际事务专家廖月谦老师来帮我们好好说说。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大家来讲哈，为什么这个标题这样下？拜被追债。习统中亚，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拜登呢，其实他本来这一次来亚洲是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行程。说是丰富，就是因为他不只要来参加 G7 峰会，他基本上呢还要再飞到澳洲这边来参加 QUAD， 也就是所谓的四方会谈、美日印澳会谈，然后他还要再去参加南太平洋的峰会，他们自己要办一场峰会，跟里头18个国家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表示我拜登很相信你们，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好，不论大小，大家都一样平起平坐。哎，不对了，现在因为美债的问题，后面那半段他没办法去了。G7 不是你记得吗？那个时候还讲说，哎，美债处理不了的话，我可能 G7 没办法去。没有没有 ，G7 要去，但问题是后面这一些，哎，我不一定能去。那大家就说，所以被追债了。可是那一些本来要迎接他的，然后你忽然又不能去的，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啦。那这就会感受出来到底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好，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拜登跟习近平放在一起看？因为现在 G2 嘛，两个大权，两个大国。那拜登呢，其实在出发去 G7 之前还一再的跟大家讲什么，讲说，哎，我呢其实是会跟习近平要会谈。那记者就直接问他啦，所以什么时间？那哪里？他就说，不论时间是否很近，我们都将会面。哎，这个讲法呢，就让大家讲说，哦，怎么又在扯习拜会？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来问问，因为先前呢，不是王毅已经跟苏立文对上了吗？今天又有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从中方发出来的，所以应该可信度是高的。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这个在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他们18号的时候宣布说，中美两国的商务部长还有贸易代表会在下个星期在美国会晤。好，如果说这个东西已经确认定下来的话，先前高层会谈，苏立文跟王毅谈过了，商务部长先会，经济先行。那之后的布林肯呢？再后来叶伦呢？在最后拜登跟习近平呢？老师你怎么看？所以中美要恢复对话了吗？中美恢复对话是一定的，因为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部长到华盛顿去，到美国去，其实就是中美对话了嘛，如果更早一点。苏立文啊，跟王毅啊，在这个维也纳也是一个对话嘛，所以也是中美对话，所以中美对话早就恢复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对话有没有成果。有成果，也就是彼此之间很坦诚的，然后把各方的想法都讲出来。那中间有很多的吵架，有很多的不愉快，但是最后有建设性的，就是没有破裂。所以也就是说可以继续谈。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啊，中国的商务部部长到美国去，对，而不是美国的商务部部长跟他的最高的他的这个谈判代表，贸易谈判代表戴奇到中国来。那这个也显示出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还是不欢迎美国的部长级以上的这些高官进入大陆，特别是进入北京。嗯，所以中国的高官可以到你美国去，但是我却不让你的高官到我北京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讯号。嗯，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人会问说，哎，双方都在剑拔弩张的时候，都会选择啊第三地。对啊，这个第三地通常都是等距的。嗯，就像维也纳嘛，对维也纳，然后上次是在这个瑞士啊，都是几乎是等距的。但是在上上一次，中国有释出很大的善意，那也就是在阿拉斯加，是在美国的本土。对，第一次，但是也是等距，因为你华盛顿到阿拉斯加跟北京到阿拉斯加也是等距，对。但是事实上是在美国的本土，所以在当时中国事实上就是释放出善意，那是拜登刚刚上来的时候，对，中国释放善意说我们可以重新再启动中美的健康发展，嗯。可是您知道，在开场的时候啊，特别是在面对记者的时候，那美国这边是故意的在记者面前，然后要跟全世界、跟美国还有跟中国大陆说，我们美国人是靠拳头说话的，嗯，啊，就是实力原则。嗯哼，那我们都知道著名的那句话就出来了，就是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嗯，啊，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您看。这个就是等于是很明显的，本来中国是有善意的，那不欢而散。所以当中国大陆派高官到美国去的时候，其实是释放出善意。对。那我们现在要怎么看这一次啊？中国又派高官到美国来跟你谈贸易，谈这个商务。嗯。那这个其实又是释放出善意了。嗯。啊，也就是说，你美国一直不断的在讲。你要到中国来访问，要到中国来访问，好像你要故意要在国际间塑造一个形象，说我们中国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啊，然后僵持的，然后呢，对方讲了半天，你都不让他来，嗯，那但是我去了，嗯哼，我去了，可是问题就在于，如果美国没有在这些禁令方面有所回应的话，嗯，美国对于华为或是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如果没有有所回应的话，美国在科技战这个部分不收手的话，那我相信这次去谈回来的时候，那也可能是谈不出什么结果来，啊，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就是看决定在你美国了，也就是说中国又在国际间再度的强调我释放出善意，但我释放善意不代表我示弱，也就是说我是释放善意，可是不是我不是示弱，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我们一切都谈不好，我们又回来回归原点。那拜登讲的那句话，其实他的潜台词等于是间接向国际的媒体承认了一件事，就是习近平非但不想见他，而且连通电话都不想跟他通，所以他束手无策，他只能说我们迟早会见面，我相信会见面。十一月 APEC 也会见到啊，九月份的集团体就会见到了。九月份的集团体，对，对不对？在印度召开的，对对对，九月份就会见到了。嗯，但是那有可能是隔得很遥远啊，一个大的会议桌，20个国家的领袖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可能遥遥相对啊。那要看印度方是不是要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凑得靠近一点，愿不愿意帮忙啊，对不对？但是有可能中国拒绝啊。那也就是可能遥遥相对，甚至也不要直接对面的可以看得到啊，最好是侧的看啊，啊，别让他连点头机会都没有，对不对？那所以有可能，那如果说今天啊，这个拜登想要搞这个场边去碰头，也就是说我去研究你的行进路线，我跑到哪个地方去突击，去伏击这样子，哎，然后插队，然后说我一定要跟你讲话这样子，把你啊，拜托拜托，我们两个讲个话，那这个就难看了。但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可能双边会谈，那就要看你这一次的商务部部长的谈判，也就是中国已经又释放出诚意来了，我到你这个地方来，但是你美国如果继续对中国大陆的不友善不礼貌的行为，那九月份的对话那就可能没有了。老师，那他现在向商务部先行，布林肯往后压，因为其实在 CNN 今天的一个报道，其实就在这个说商务部要会面之前，他们发的一个报道说，华府拟安排数名高官访中，甚至呢，他们内部传出来的消息是说，一个官员表示，美国官员讲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有权酌情决定。那
中国可能更愿意跟美国就经济问题进行接触。哎，但是呢，他们也在讲了，说本来之前 Curry 不讲吗？说哎，其实他们有邀请我要跟他见面啊，我在等国家这边来批准我 approve， 我可以跟他们见面。对，好，可是问题是国务院对老长官的怨言，认为 Curry 不应该抢布林肯的风头，按照排序应该由布林肯先登陆。哎，在这个消息之前，其实美国的内部他们自己会先一直在透露出很多的讯息，我很想见面，我们谁在前面谁在后面，他们反而好像美国比中国更在意这个排序。当然，因为谁先抢先登陆中国大陆，那等于是中国大陆接受哪一位高官来中国，然后彼此之间如果有达成一些协议的话，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贡献，重大的成就，也就是他的功劳，功劳簿上可以记上一笔。这个对于他在美国的声望，在国际间的声望当然是有帮助。可是您想想看，在气候这个部分，这是全球性的议题，这个不只是两国的议题，对，这全世界的议题，全世界议题，我觉得中国大陆让 Kerry 先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而且适当的安排，因为这是要解决我们人类目前生活在这个地球村，它已经事实上是暖化了嘛。你看台北这样子忽冷忽热，你看越南在昨天高达河内40度，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的温度已经是又高又低又高又低了，一定要解决了。所以您想想看，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我觉得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留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美国的国务院里面其实不要去争，争也没用。为什么我会说争也没用，你知道吗？这个最主要的是中国的思考跟美国人的思考不太一样。我们强调了气候的问题是全球的议题，可是这个全球的议题它背后是庞大的经济利益啊。对啊，因为当这个排碳两大国一旦达成协议，欧盟早就已经准备好在那边了，所以三大集团都同时达成协议以后，那在国际间很快的就会开始执行了。一旦执行的时候啊，那也就是说你全世界各国开始计算你的排碳量。是，那一旦计算你的排碳量的时候，您想想看，我们所有的汽车对要不要换，我们的电器，冰箱，那些所有的耗能的东西全部都要更换，这代表巨大的利益。对，你要更换所有的电脑设备，更换所有的手机，更换所有的东西，你都要更换的时候，它的利益有多大。所以我觉得它看起来是气候暖化，背后是庞大的经济利益。老师，可是那他这样子让这个商务比布林肯先行，其实某些层面是不是也是给布林肯一个软钉子？也不是，是给布林肯压力。是压力，已经不是软钉子了。谈不拢，布林肯别想到北京来。这就是外交谈判的艺术。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部长到了你美国，已经四方三意了。因为你现在美国的经济一塌糊涂嘛。对。那如果能够让两国的经济从5000亿、6000亿，那么提升到8000亿，会给美国跟中国都带来双方好处。因为这是两方都好的事情嘛。但是如果谈的结果什么都没有，而美国又继续商务部又对于中国又禁止这个限制这个禁止这个限制那个，那一定是谈的不愉快。谈的不愉快回来的时候呢，你布林肯就别想来。所以你布林肯如果想来，那么确定两国的政治关系的话，那就必须在商务方面你美国要做动作。懂了，这个就是一个高明的这个外交艺术嘛。懂了，很有趣的，大家这样听懂了吧？先后顺序有思考过的，为什么？为什么商务部？因为每次制裁都是商务部啊，是，对不对？每一次说什么啊，对谁对谁对中国哪一个企业做个人制裁、私人制裁，然后什么私企制裁，这都是商务部啊。对，所以先把这个事情我们搞清楚来了，然后后面我们再来看怎么办。那其实现在中方就像老师刚刚讲的，他们态度其实很明确，就是他现在已经就是自己做主了，他也没有要太随着你的步调走，你要怎么走你走你的，我有我自己的步伐。所以现在看到他在中亚峰会上头，其实呢就是媒体的评论都是这样讲啦，就是习近平基本上他现在就是已经亲自主持，就是已经主导这么一切了，那也同时插足中亚。那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其实中亚五国元首一字排开，大家通通都出席了。哎，为什么一定要来？其实呢，这次选在西安，大家都知道嘛，丝路这一带一路从中亚开始。那这一次呢，他们也因为
现在情势，世界情势在变化关系，所以本来呢，在建不成的铁路，在这个局面上面也建成了。那现在呢，说有可能要在开展第三条的跨境铁路的建设评估。那目前呢，其实中国跟中亚在这几年的进展下来，在去年呢，他们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702亿美元，是历史新高。同时，中国在这个地方的直接投资存量已经来到了150亿万美元，所以很清楚，就是在经济这一块，基本上呢，中方这边他们是已经很直接的在对中亚这里有更多的投资。那因为买的东西其实也是互补性高，所以买的东西也多。那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时间点做主场外交，大家认为是在跟 G7 打对台，您怎么看？那另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一直在讲，因为当然啦，先前他们其实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上合会议，所以有俄罗斯，但这一次中亚峰会没有俄罗斯。那就一个评论是这样讲的，您看看，说习近平和中亚领袖共聚一堂，但是不在场的俄罗斯是房间里头的大象。您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哈，中亚的地缘政治的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嗯，它是连通欧亚大陆的最重要的一个桥梁。过去俄罗斯把它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近软。那俄罗斯他本来想啊，透过中亚啊这个五国，然后要打通啊这个阿富汗，因为阿富汗也是属于中亚的国家之一。然后再往南走的时候，就进入南亚，那也就是巴基斯坦、印度，然后有一个出海口就出去了。俄罗斯在阿富汗搞了10年，结果失败了。因为他是用军事的手段，那也让俄国的整个总体国力大大的消耗。美国人接手就过来了，2001年的时候，美国人接手过来就入侵了阿富汗，就占领了控制了阿富汗。那美国占领控制阿富汗的时候，就开始经略中亚。所以在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等这些内陆的穷国就在那个地方设立了很多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空军的军事基地。所以美国就利用他在当时全世界独霸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在小布希时代，小布希时代的美国一个国家，中国、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都加起来都不等于一个美国。美国是一超多强，那时候强大无比。一个强大无比的美国，他认为他完全可以也跟俄罗斯一样透过军事力。果然他很顺利的就把阿富汗就控制住了，拿下来。但是阿富汗的内部的动乱就让美国很难治理。那美国的手也伸到中亚的时候，他就要对中国大陆的新疆开始去策动他们这边的新疆的独立运动。然后再往南走的时候，就到西藏那边也要策动西藏的独立运动，然后再往北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策动这个极端主义，然后让俄罗斯的安全上感受到这个更大的分离主义的这种压力，也就是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的压力。美国在那个时候，包括乔治亚州就是乔治亚共和国后来的所有的行为，美国在这个地方经略了20年，后来整个撤退失败告终。你就可以知道中亚的战略位置有多重要，地缘政治位置有多重要。两大强国，俄罗斯在前苏联时代经略过10年失败了，美国在冷战后唯一的霸权花了20年经略失败，烧掉2万亿美元。那您觉得这块地方这么的重要，而且就在中国的家旁边，是中国要不要进入？这个时候就天时地利人和了。那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不用军事的手段，中国用的是经济政治的方式，就进入了这个地区。这五个国家能够到中国来，而且举办这么大的一个峰会，举办这么大的一个峰会，有这么多的合作计划，您刚列举的这些交通要道的合作计划，这代表什么？代表是在俄罗斯高度的信任下。所以您刚讲，哎呀，有一只俄罗斯的这个大象，其实那个是西方媒体在挑拨。因为俄罗斯已经衰弱了，俄罗斯衰弱了，这五个国家想跟俄罗斯保持的更远一点的距离，因为他们原本都是俄罗斯的整个
国协，就是亚欧亚经济协定，对，前苏联时期的控制区，但是俄罗斯他更害怕欧美的力量进入中亚，所以他宁可让中国 的力量进来。那中国在这个时候当然就不客气了，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就大幅度的就侵略了中亚。可是中国不用军事的力量，中国却用这个孙中山先生最看重的一个力量，就是软实力。软实力就是中山先生在很早以前就看到经济的力量比什么都巨大。其实最实践中山先生的是中国大陆的习近平。中山先生的角度来说，一带一路是如此，脱贫也是如此，让中国人站起来也是如此。今天中国在国际间的地位如此的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难道不是就是中山先生的理想吗？所以其实目前来讲，把中山先生的理想完全彻底实践的其实是习近平，不是国民党现在的朱立伦，也不是国民党过去的这些执政者。蒋经国有这个抱负，有这个理想，但是做不到。那现在做到的，把中山先生的理想完全做到了，事实上是习近平。各位如果不相信的话，你们回去看看中山先生所写的建国大纲，写的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他的整个理想里面其实有一大半其实都是在中国大陆被实践，而不是在台湾。其实在这一次中亚峰会，当然大家看到的都是经济方面的，那西方媒体的评论非常多哦，因为就像哈萨克他们这一次其实就讲了，他还帮哈萨克总统庆祝他七十岁生日，就是那个气氛跟那个和谐。我看到一个评论上面是这样写的，他们说其实中方不是在现在他才进来，他其实在几年前他们铺陈了好一段时间，一直在中亚这一边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着力点，那当然现在就是老师讲的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他有一个空档，然后有一个合适的角色，然后他可以这样很顺利的进去。那只是说呢，他们也在讲习近平在这一次的中亚峰会，特别是他的主场，所以也感受到他的那个自信感。所以呢，其实在外媒里头的很多评论，当然讲的就是老师刚刚说的，会讨论到俄罗斯他的角色，以及他们跟这些中亚五国彼此之间是不是要换大哥啦，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方式。但是呢，更多人其实在讲的是这场峰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刚刚好就跟 G7 有一点点的重叠到，所以就会有人多人认为说这两个呢基本上就是你得把它放在一起看，一边呢是由中国领导来做峰会，一边呢很明显就是美国了嘛。因为本来当然啦 G7 你也可以说不是美国，就是有七个大国啊，大家平起平坐啊。可是问题是拜登他来到这边，其实呢他也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他来这里要做什么，他就是要来跟他讲一下俄乌问题啦，讲一下中国的经济胁迫还有其他行为，我们要如何来共同面对这个挑战，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呢其实比较跟以往不一样， G7 他基本上以前为什么会是 G7， 因为他是在讲求一个全球前七大的经济体，它是以经济为主的。可是这一次大家也在说哦，没看过哈。有的时候是刚当然了，现在世界上面的主要议题是战争，就讲战争嘛，经济就讲经济嘛，地缘政治就讲地缘政治嘛。可是现在是战争、经济、地缘政治通通都有。这次的 G7 要讨论的议题、挑战的东西真的太多了。那这两相对比下来，大家就在说拜登有办法好好解决吗？为什么会对他的能力打一个问号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我们刚刚讲的嘛，本来呢他其实讲好这一趟亚洲行很忙，他之后还要转往南方这边去澳洲，然后去南太，结果现在放人家鸽子。那你的讲法是说不好意思，因为我美债问题美国国家都要倒了，我还不赶快回去处理，我还在这边跟你开会啊，大家都可以理解。可是问题是处理的手法有没有够细腻？因为现在传出来说第一时间白宫的讲法是他们有打电话去澳洲跟艾班尼斯说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啊，什么什么什么，你把他邀请到日本来，那快，那他们就直接在日本这边谈了。可是南太平洋据说是没有的，对，没有人接到他的电话。然后一直到大家舆论出来之后，白宫这边讲了没有，我们今年会另外安排峰会，然后呢我们也会让布林肯代表总统去那边来开会啊，来跟他们讲讲。苏利文就被问到说你们这样是不是反而把这些朋友通通送给中国，他的讲法是就他们的观察，太平洋岛国对美国参与的需求只增不减。老师您怎么看？
这次美国准备到南太平洋岛国的时候啊，他之前已经宣布他会带很多的礼物过去。对啊，例如说人家还放国定假日，对，还有7亿啦，还有10几亿、30亿啦，哈，就是已经编了说，我要拿很多钱过来了。对对对。那所以这个南太平洋的岛国，因为它都是这个岛屿多，人口少，那因此在过去从来没有美国的总统来。那现在美国总统愿意来，因为以前美国的总统瞧不起这些地方，那现在好不容易由于这些国家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提升了他的地位，逼得美国的总统必须要来啊、那他们已经感觉到说，原来我跟中国大陆关系好，然后我才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样的一个地位，身价抬高了，我身价才会抬高。所以逼得你美国总统都必须要来，而且你还要带很多礼物来，因为你要带7亿美元，带13亿美元，带9亿美元哦，你就要带，对，每个国家都要分一点这样子。那当然，到最后能不能拿到还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至少你要把钱带过来，之前是没有这些待遇的。好，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各位在想。那如果他们跟中国大陆一旦又跟过去一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那个待遇了。所以反而那个变数是中国大陆就是了。对，那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要继续享有美国对他高度重视的待遇，他就必须要继续跟中国大陆更加的亲密。这是基本外交的准则。目前来讲，人类最蠢的就是那一个党。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党跟大陆坏关系坏到不行的时候，你看美国对于那个党就予取予求了，然后害的就是那个党所统治下的可怜的老百姓，台积电就被那个党啊卖掉了，就被搬走了，然后呢，台湾的这些啊很强大的一个电池厂，它就要连根就跑掉了，要跑到这个要跑到法国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主要的原因都来自于什么呢？其实都是来自于是那个党，他没有南太平洋岛国他们的这些领袖的聪明智慧。南太平洋岛国他们晓得跟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才能够获得美国的高度重视，才能够获得澳大利亚原本对于他们这个颐指气使的啊警察的那种关系，然后变成要低声下气，要跟他们热情的拥抱，过去从来没有，随便骂他们，随便这样狠狠的教训他们，然后随便派军队就过来呀。现在你看都要去装的那个笑脸去抱，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因此当美国人家都放了一天假，然后你突然间说你不来，那17个国家的领袖哦，他们3个小时的峰会，他愿意从他家搭飞机来到这边，只为了见你拜登3小时。然后那个国家还要不要放假？还是恢复上班、上学、上课？那之前学生演练了那么久要迎接拜登，他们现在要演练给？也都没了，然后假也没得放，还是要继续放，那放的也很怪。然后那些国家的元首，他们就吃饱没事干，闲闲没事做。然后呢，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样子的一个主从的关系，小跟班的关系。他现在有说，我现在呢会再安排他们去一趟白宫跟拜登见面，我们会再找时间，那不是邀请他们来？那不是就跟当初那个对于这个东盟国家的这些领导人说，来白宫，结果第一次邀请没有人要去，结果他就勒令他的这个。他的所有的外管，把这个工作给我做好，所以那他们的外管动员了，花了不知道多少力量，然后这个东盟的这些国家领袖心不甘情不愿的跑到了华盛顿去，越南的领导人不是还故意找了这个记者，然后故意讲了一段话给记者听，说把我们当乞丐拿了一点钱就要买我们那是故意的，就是损在美国的土地上。然后公开的就直接羞辱美国人，那你想想看，那个峰会也很难看了。那南太平洋的岛国的这些领袖到白宫去，然后呢又坐大巴士吗？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他们把非洲的那些国家元首不是也都勒令给我到华盛顿来，然后给他们塞进大巴士，
然后那些非洲的国家元首气到不行了，说把我们当什么啊，把我们当小狗一样赶上大巴士，全部啊就坐大巴士那个送到会场去。你大国你可以这样羞辱我们。美国的外交，这种粗鲁的外交，其实对比中国大陆，你看中国大陆对中亚五个国家摆出来的这个阵仗迎接的规格，然后相对来讲中国对于美国的总统还没有这个规格呢。中国接待美国总统的规格远远就低于中国接待中亚五国的规格，也低于中国接待非洲国家元首的规格。也就是非洲国家元首到中国大陆去开会的时候，他的规格是高的，而美国的总统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规格没有比非洲国家元首高。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外交手段吗？可是其实就中亚而言，当然它的战略位置，南太也有它战略位置的一个重要性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刚刚讲的，拜登他不得不去这一趟，因为先前其实他也派布林肯去了，也派他的副总统去了，那好像就是我还是得自己老身亲自来走这一趟。但现在突然间的变卦，就会让大家对他的诚意很打折哦。现在巴布纽几内亚哈，他们自己内部的评论是这样讲的，至少中国现在是开心的，这句话就讲得极酸嘛。那还有谁呢？他们美国人自己说的，然后约翰霍普金大学的教授哈，叫布兰兹，他直接讲，他说中国一定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你们要在这边跟人家比拼。那现在这个区域国家接收到的讯息就是，你不能指望一个连基本治理都有障碍的国家来帮忙你吧。啊，他讲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拜登不是说你要去处理美债吗？你基本治理都有问题。还有谁呢？还有纽西兰这边的大学老师，他们也讲了，说信任是太平洋地区的圭臬，建立信任需要靠得住，需要不缺席。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巴掌一巴掌打在拜登的脸上。那他现在该怎么办呢？就这一块他要放掉了吗？因为他跨他还是很明显吧，他那个围堵啊、封锁啊、经济胁迫跟大陆对着做还是继续啊。您想啊，就是说原本专门到澳大利亚去召开 QAD， 那是大家又是另外一个议场，然后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对，跟现在说，哎，那我们就干脆就在日本啊，再找个时间，然后就开一开，那是不一样的意义哦。而且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其实它反而来讲是松了一口气哦，因为你澳大利亚目前来讲正小心翼翼的要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澳大利亚商务部长也到中国大陆去了。对。那双方可能开始在磋商对等的这个贸易的行为，而且中国要求是对等，就是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那如果说你今天又弄一个 QAD， 你就是要来对付中国大陆，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想对中国来讲他会怎么想？所以对澳大利亚来说的话，那随便办随便开完，反而对他来讲松了一口气。就是说连澳大利亚自己的媒体都在讨论，都在反省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是我们的威胁吗？你看现在他们的主流媒体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是我们的威胁吗？也就是说你前的政府把中国视为我们的威胁，大肆的动员做文章，搞政治动员，然后买记者，然后买报纸，就这样子一直把中国塑造成为敌人。可是澳大利亚现在回归到理性的时候，他们会一直问一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是我们的敌人？他为什么会是我们的敌人？他对我们的领土没有任何野心呢，那怎么会是我们的敌人呢？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目前来讲有另外一种声音越来越大，就是如果最后确定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为什么要加入 QAD？ 它的目的就是要对付中国。那为什么我要卷入这场跟中国，我莫名其妙的要卷入一场跟他的交战？然后我们的关系却一直要陷入紧张的一个状态，为什么？我觉得澳大利亚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每一步到底为什么？那当然，他每一步他付出的经济代价其实是蛮沉重的。是的，而且呢，你也逼着中国大陆必须把军舰开到你家来。就是本来中国大陆军舰是不会到你家来的。中国到南太平洋的岛国，他思考的是因为他要到这个加勒比海，要到这个南美洲、中美洲，因为他的贸易线的一个很大的转运站是在澳大利亚，也是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作为一个很大的转运站。
所以你这个航道一旦开通以后，中国的海军就有责任有义务要保护中国的这个船队航道上的安全。那你要保护你船道你的航道的安全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些补给支撑点。是，那因此你把整个太平洋的地图展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南太平洋的岛国是非常好的战略地位。所以中国一定要往这个方面发展嘛。那往这方面发展，你澳大利亚一定要把它解释成为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进来是要压迫你，这个是两件事嘛。对不对？那问题就在于说你跟中国的关系可以建立信任的关系，你要不要嘛。过去澳大利亚的领导人跟中国就建立很好的信任关系啊。是，那很好的信任关系这个问题都不存在啊。那现在为什么会变这些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变成问题？那这个就是因为你受到美国的影响。而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国视为敌人？只因为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的 GDP 会超过美国，中国的综合国力会超过美国。那超过难道就是罪吗？谁规定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不它的 GDP 不能超过美国呢？谁规定一个14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它的 人均 GDP 一定要比你美国人少呢？他中国人难道不能够也去追求寻求过一个每一个人都是富裕的生活吗？那原来追求富裕生活是有罪的。这是不对的嘛。其实哈，在这一次当然大家就开始在讨论这些话题的同时，那大家也会说啦，比如说 G7 这些国家，他们可能就会讲，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害怕？就是因为你的动作啊。来看看这个新闻。好，这个说呢，在 G7 峰会开始之前，中国的舰艇罕见的包夹日本的离岛。好，这个呢是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哦，我们看到他们哦，到五艘军舰都开过来。那这边呢，就是罕见的，以前都是这样绕过去而已，没有这次是两个包夹我们，所以一定是跟 G7 峰会有关系。然后呢，我们刚刚不讲到了吗？其实在这一次的峰会，日本做东，但同时他们说可能要通过一个叫做大陆的一致对中立场，因为大陆对他们，中国对他们是产生了经济胁迫，还有其他行为，让他们感到忧心害怕。那在英国这边已经呢先跟日本首相岸田见过了哈，他们其实呢也同意，中国构成体制性的挑战，我们应该要追求对中的政策一致。那当然中国驻日的使馆这边就跳脚了，同时呢也传出这个峰会里头有没有可能会纳入台海议题，这一些呢就让中方很直接的说，美国跟日本你们不要挑衅玩火。好，可是在这一踏下来你必须注意哦，欧盟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是怎么讲的，他们的讲法是，我们和中方希望能够维持稳定和富建设性的合作，所以到底内部有没有一个一致性？现在是打一个问号。但是美国、日本、英国这一些负责点火的，持续这个油啊、料啊、柴火啊，持续在添加。老师你怎么看？我们先看您提到了三个日本、美国对于中国的指控啊。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经济胁迫？韩国要求日本对慰安妇。跟对于在二战日本殖民韩国期间对韩国的奴工要进行赔偿，日本拒绝。那因此那些受害者跟受害者的家属就在韩国的法院就提出了司法诉讼，韩国的法院就判决这个慰安妇以及奴工他们本人跟家属是获胜的，那因此就要求日本要赔偿。日本政府拒绝，日本政府也要求他的企业不准赔偿给韩国，韩国的法院就做了一个判决，就是冻结在日本的这些像当初做这些坏事的这些企业他在韩国的财产，另外一部分他们就没收了，就拍卖，把他拍卖的所得那么作为补偿费。日本就非常生气，那时候是岸田文雄当首相的时候就非常生气，然后呢就选到了一个这个经济胁迫的方法。因为韩国的三星它是韩国最重要的半导体的大厂，半导体的原料绝大部分是来自于日本，日本就把它最关键的一个洗涤剂
不准卖给韩国，所以造成三星整个股价还有它的经济产量大大的受挫，后来三星就从俄罗斯跟台湾就购买了这些洗涤剂，但是品质比日本差很多，而且价格非常的高昂，那对三星来讲它的竞争力就比台积电还要差了，这个就叫做经济胁迫，日本对韩国所做的经济胁迫。第二个呢，我们都知道伊朗的核协议是六国韩美国所主导通过的，韩国伊朗完全的遵守核协议，完完全全哦，这是联合国的国际原能委员会背书的啊，说韩伊朗完全遵守核协议，可是美国把它撕毁了，美国把它撕毁以后，美国就这是在特朗普时代就重新对于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就是经济胁迫，那伊朗就很委屈，伊朗就要求德国、英国、法国，因为德、英、法他们反对美国片面的撕毁这个协议，所以伊朗希望德、英、法继续跟他有贸易的往来，美国就胁迫德、英、法，说你们胆敢跟伊朗有贸易往来的话，我就用金融方面制裁你，也就是你，我会规定美国的所有的银行不准跟德、英、法的这些跟伊朗有来往的企业有任何那个金融服务，是这些企业就怕它倒闭，就是断它路，受影响，对，断它路，所以这些企业就被迫不敢执行这个伊朗核协议跟伊朗的正常的关系，完全不敢，这个叫做经济胁迫，我举这两个案例是告诉观众朋友，真正在搞经济胁迫的是日本跟美国，结果他们却耶伦他却指控中国对于其他的国家经济胁迫，那你举一个例子来，那他们会举的例子可能就是澳大利亚，可是例如说他们说中国 不买澳大利亚的龙虾，对啊，作为经济胁迫，那我们要问的是，可是那个单转到美国去啊，是你美国人赚了，澳大利亚赔了，那你怎么说这是经济胁迫，是你澳大利亚不准那个华为到澳大利亚去，那中国也当然反制的不准你龙虾到中国来，这是正常的行为啊，就是你对我不礼貌我也对你不礼貌嘛，这是一个，那怎么会称之为，如果你说我是胁迫，那你澳大利亚对中国也是胁迫嘛，所以这边对等的啦，这是一个对等，然后美国跟日本就可以强词夺理，就指控中国大陆经济胁迫，欧洲就不同意了，所以您看在财长会议的时候就没有通过这一条，对，现在拜登跟岸田想在21号的峰会的时候通过，再度的通过这个决议，那我们要看看的就是马克宏跟肖尔茨他们的立场跟态度了，另外您提到了那个体制性的挑战，中国有中国的体制，沙特有沙特的体制，你美国的体制是三权分立，你总统制跟英国的内阁制也是不一样的，那你中国有中国的体制，证明他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功，这样子就不行，那你觉得这个是岂有此理，那你日本到现在还维持一个天皇，那还是搞封建主义，你搞封建主义可以，美国现在没有天皇，那美国一个没有天皇的国家跟你有天皇的国家，那是体制上不一样，你为什么不反他，那为什么要反中国的体制性的挑战，这讲不过去嘛，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台海的议题我就更生气了，对，因为其实他们在今天我发现不是只有在 G7 有讲，基本上现在在日本在韩国他们各自都还有在开一些会在学术会议，结果也都在讨论台海哦。你来看看在韩国这一边，美国专家的讲法是说日韩都必须要为台海开战做准备，而且中国侵略台湾，美国专家讲的美国会派500架军机过来，一起参战。那同一时间呢，他们还讲什么？对不起，我要换一张哈。同一时间还讲什么？同一时间还讲了，讲说《经济学人》的报道说台湾是否沦陷？这华府这边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兵推之后，他们发现日本是关键，也就是说，日本到底他跟美国，跟美国之间的安保协定是美国要保障日本的安全，因为日本借
军港，哎，给他们使用，让他们在这边驻军。可是美国参战的时候，日本不一定要加进来，所以现在呢，台海安不安全？哎，还必须要看看有没有参战。如果他们参战，那战胜的可能性就很大，等于我们台湾的命运真的就是跟日本绑在一起了啦。那这个呢是 CSIS 的亚洲研究院的副所长叫车维德，他的讲法是说，基本上啦，这个地区战就是这样，你一旦战争爆发，根本大家就是混在一起了，欧陆可能都会被卷进来，现在的国际社会是相连的。您怎么样来看？因为这一次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讲中国，也讲台湾，台湾可能还变成他们一个主要议题。我觉得这些杂志啊，或是这些智库目前的素养真的是不高啊。嗯，我个人讲实在话，真的是不高。嗯，他们实在是既不了解中国，然后也不了解整个战争状态，坦白说有点可悲。为什么？嗯，各位想想看，日本距离中国有多近？嗯，那如果说今天日本一亿多人口，他的部队是二十几万人，嗯，中国有十四亿人口，目前的部队才两百多万人，所以中国的十四亿人口未来要扩军的空间是很大的，日本一亿多人口，他要扩军的空间事实上是不大的啊。那日本走的是募兵制，除非他把这个兵役制度改为征兵。嗯，但是问题就是日本的老龄化的问题，他可充援的兵其实数量是不多的。嗯，那一亿人口啊，有可能现在已经快要跌破一亿了啊。可是中国有十四亿人口，那这个绝对值差的这么的大的情形下，在兵员数量上是完全不同的。嗯，第二个，中国是具有这个全方位成系统性的武器，也就是说它有战略型的武器。嗯，而日本是没有战略性的武器，日本没有的。对，日本没有战略轰炸机。嗯，日本没有核动力潜舰。嗯，那日本没有大型的这种巡洋舰，万吨级以上的。日本的航母，坦白说，它是属于从两栖登陆舰改装成为小型的中小型的初型号的航母，所以它本身的舰载机的数量事实上也并不是很巨大的。再加上由于日本离中国太近，而中国的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的作战能力在全世界目前排名第一，数量又够多，所以如果日本真的要介入台海的战争的话，也就是提供军事基地给美军来使用。嗯，那日本的这些军事基地，不管是空军或是海军的军事基地，能存活的是相当有限的。嗯，能够在经过战场中还能够使用的是相当有限。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中国的新式海军的建造数量比美国都还多。对，美国是总吨位大，但是数量少。是，中国是数量多。那美国为什么总吨位大？因为美国有十一个航母战斗群，一个航母都有十到十一吨左右。嗯，中国目前来讲只有两个航母战斗群，另外一个还在西装。是，但是中国的数量是大的。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各位想想，在海军跟空军的资源作战里面，美国跟日本毫无胜算。美国的关岛很难守得住，日本本土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嗯，那日本要把他的整个国家压在台湾上，这基本上是不可行，也很难想象，不太合逻辑。更何况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西方人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日本的学者最恐惧的，日本人不相信以德报怨这四个字。什么意思？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的时候，中国没有要日本割地赔偿。嗯，中国对日本采用的是以德报怨，也就是既往不咎。嗯，对日本的学者，我指导过学生，我们在日本做过田野调查，访问了日本的高阶的知识分子。嗯，访问这些日本的高阶知识分子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他们的公约数，就是他们不相信以德报怨。因为他们认为论语儒家思想中没有以德报怨的概念，只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没有以德报怨。
OK。那为什么中国会以德报怨？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积弱不振，中国衰弱，蒋介石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嗯、所以那是迫不得已、嗯。他们认为中国一旦强起来了，那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就不一样的，嗯、也就是 中国一定会向日本讨回公道、嗯。所以如果日本再介入台海的战争，14亿的中国人对日本人那就不会客气了。OK， 那个战争是多激烈，而且所有的过去几十年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全部都要讨回来。日本人能够想象这是什么样的战争吗？嗯，因为有很多的新仇旧恨啊，其实新仇旧恨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战争的杀戮是极其惨烈的。所以我觉得欧美人不了解这个部分、啊、在那边胡说八道、嗯、他不知道如果日本真的介入台海的战争，那是会给日本带来他们难以想象的噩梦。日本人千万不要这么笨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在这一次 G7 我们知道是在日本广岛这边来开峰会嘛，那所以大家就会非常在意日本的态度。而且呢在这一次的这个 G7 峰会同样也要讲到乌克兰战争。好，我们刚刚讲到战争，乌克兰战争呢现在大家都在讲说春季攻势已经要变夏季攻势了。同时呢这一次其实你看看都已经在和谈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些消息，就是美国跟 G7 会持续的力挺乌克兰，还要对俄罗斯公布新的制裁。好，同时呢现在还在讨论什么，讨论的是美国到底有没有给乌克兰 F-16 战机。那之前呢他们讲法是我们不给他这种太厉害的东西哈。那如果说其他国家也要给他，因为他们里头有牵涉到一些机密的技术，所以即便那个飞机你不是从美国这边出发的，是从其他地方转过去给乌克兰，也同样要取得美国的同意。好，美国现在讲了说如果其他的盟国也要提供你们的 F-16 给他，那我们准备让他同意，让你可以把 F-16 给送过去，那就是又把重兵这个武器又送过去啦。那这样子真的有得和谈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方大使李辉已经见过了泽伦斯基。那这个自由时报报道就在讲说，你看吧，没有突破嘛，你们中国人去谈了有什么用？我们现在还不看到俄罗斯9度空袭乌克兰，同样炸啊，同样这些飞弹啊，这种飞弹也是炸得不得了啊。那有让乌克兰人真的得到喘息吗？可是也有很多人的讲法是说没有，其实他现在有可能是两手，因为包括最新消息 Bloomberg 还有 Financial Times 都在讲泽伦斯基有可能这个星期天也就21号会亲自到广岛来发表演讲。本来说呢他是视讯，但这一回感觉是去了欧洲之后，哎，也许效果不错，可能见面三分情会比较好说话，所以广岛他也要亲自来。那同时呢也在说了，是不是台面上头要军援，台面下其实呢他们在忙的是另一件事情，他们也希望这个和谈能够促成。老师您怎么看？我觉得自由时报他就是外行人说的外行话了、那带有浓厚的政治偏见，不值得一评、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因为意义不大、交战双方目前战情焦灼，对、有这个小规模的激烈的冲突，是就是小规模但是冲突很激烈啊、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中国的特使应乌克兰的邀请出发了，因为习近平接的这个电话是泽连斯基一直不停的希望习近平能接他的电话，所以习近平接了，接了以后泽连斯基事实上是希望中国能够出面调停，中国也展现诚意了，所以特使出发了。各位想想，特使出发在准备调停的时候，对乌克兰这边来说天经地义的，他一定会说我的主权的完整性一定要得到保护，没错，再一次强调我的领土绝对不能够切割。是，请问一下您舍身处地讲，假设这个乌克兰的外长他说我的领土是可以切割的，我的主权啊是不用完整的，不可能、来换得这个止战、我今天就下台了。对啊，谈判的技巧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对啊，所以乌克兰的外长天经地义的一定会讲同样的话嘛。但是问题是外交磋商常常不是这样子嘛，因为外交磋商可能就是你的主权的形式保持住，例如说
可以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去维持嘛，因为美国也是一国两制嘛，加拿大的魁北克也是嘛，英国的苏格兰也是一国两制嘛，很多国家都是用一国两制来解决他们内部的这些问题嘛，所以一国两制是世界上最公认最好用的，而且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敏感性问题的一个手段嘛。过去乌克兰也是采用一国两制，为什么？因为过去的克里米亚共和国，它就是一个共和国，是，但是它加入乌克兰的联邦，然后换得乌克兰把它全部的核武还给俄罗斯嘛，因为本来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的，那他就采用一国两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各位想，如果说这些加盟俄国的共和国，他们本身又经过一个宪法的或者法律的程序，那他们本身是两国共同，就有点像这个过去的琉球王国，过去的琉球王国有两个保护国嘛，有两个宗主国，在更早以前琉球王国只有一个宗主国，那就是中国，后来中国在满清末年的时候中国衰败了，中国衰败以后日本的萨摩藩，就是九州的萨摩藩，对于琉球王国有野心了，琉球王国寻求中国的协助保护，中国做不到了，所以琉球王国只好寻找这个两个宗主国，就是日本跟中国都是他的宗主国，他同时双方朝贡嘛。如果这些国家，也就是顿巴斯克的这些国家，它变成是两个国家所共同所能够影响的共和国，这个也不失为一种一国两制解决问题的办法嘛。所以就是有很多不同协商的方式，你的意思是这样？就是有很多不同协商的方式。那您会说，可是问题是现在泽连斯基的态度不是这样啊？他才很死啊？其实不是嘛。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如果完全没有要政治谈判的意愿，那你特使根本不用来。对不对？那我为什么泽连斯基希望你中国派特使？就是我有谈判的意愿了嘛，可是我不能够讲出我有谈判的意愿，还在打仗，俄国也不能讲出我有谈判的意愿，但是私底下他们确实都希望有人出来调停嘛，那不可能美国人出来，也不可能欧盟，更不可能北约，然后巴西的力量又不够，印度也想参一咖，可是他也不算一个咖，唯一能够调停的就是中国，所以俄国也希望中国能调停，乌克兰也希望，欧盟也希望中国能调停，但是这一些人都要摆出一个姿态，就是不需要调停。如果真的不需要调停，请问一下，你泽连斯基会希望中国来调停吗？这个是矛盾的事嘛，所以形式上一定要装成就是不需要调停，但实质上是要调停，那你要调停的时候等于是要进入政治谈判，你要进入政治谈判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在谈判的时候我占有优势的地位，什么样的优势地位？交战双方最优势的地位就是我打赢战争，对，所以对泽连斯基来讲这场仗输不起，支持泽连斯基的这一方也必须把他的所有的筹码全部都压上去了，这叫做什么？就是我 all in 了嘛，对，我整个压上去了，所以德国说我再给你27亿欧元，是，然后那个法国说我帮你培训，那个飞行员，我给你坦克，我给你轻型的装甲车，然后英国说我帮你去找 F16，美国说我批准了，只要谁愿意给 F16，对，我就同意，但问题就是谁敢给 F16？ 坦白说，你英国真的有诚意，就你英国给。英国绝对不肯给，也不敢给，因为谁给 F16 只要打死这个俄国的军人的话，那你不能保证俄国不会用中程的导弹去炸你一个国家的土地，这个你不能保证哦。那因此每个人嘴巴讲我要给你 F16， 我们现在倒是要看看哪一个国家先提供他 F16 给乌克兰。好，那为什么要 all in？
也就是希望泽连斯基能够打一场胜仗。嗯，泽连斯基现在一直在做准备嘛。嗯，可是一直觉得没有准备好，所以本来说春季是，然后没有准备好，说夏季。对，那泽连斯基为什么要跑到 G7？ 就是要动员你们给我更多的钱，再给我更多的物资。嗯，然后让我好好的在夏季打一场仗。嗯，所以目前来讲，您看到的所有的媒体宣传就是乌克兰要打一场胜仗的。嗯，可是您认为，难道俄国都在睡觉吗？他应该有看新闻啊，哎，对，对不对？俄国人没有，不会都在睡觉嘛？除非俄国的军队已经蛮憨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了。那坦白说，俄国的衰败那就注定了，这个国家本来就已经不堪一击了。嗯，哦，那俄国就是一个这么已经一个这么衰败的一个国家，他的军队已经到生死存亡的时候还这么的腐败，那你就认了，对不对？那你俄国输了也就认了。是。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假设我们讲是不是这样，俄国也一定都在准备。对。可是问题就是我们拿不到俄国的消息啊。他们没发，我们还真不知道。他有发，因为西方媒体都不登嘛。那我得去学俄文，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人能够，因为我也不懂俄文嘛，我看不懂俄文，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来做布局的。我们的讯息全面来自于西方，所以就是西方泽连斯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厉害到不行，俄国很烂很烂很烂。但是实际上状况是一打便知嘛，那因此特使再穿梭，战争继续在交火，那彼此之间这一仗谁都输不起，可是一打了以后，胜败分出来的时候，谈判就开始推动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政治谈判事实上已经是在弦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基辛格推算年底的时候中国的谈判就会产生效果。对，这才是行家嘛，基辛格是行家嘛。嗯，那你自由时报这外行人就不值得一评了，叫你理解我的意思了。嗯哼，就是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一局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老师刚刚给我们一个比较全面、全盘性的一个时间点，好，包括了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你要如何来解答它背后的意义？来，最后一题哈，老师，我想要请教您怎么样来看 TikTok 这件事情？好，原因是因为还真的有人跟上川普这第一枪。好，蒙大拿州现在呢说立法封杀 TikTok， 就是你 App Store 不能够卖 TikTok， 如果有被发现，已经正式签署立法了，5月17号，那他呢会从6月的时候开始来实施，只要有人在上架的话，那每天就罚31万元。那就要来问了，这个现在已经有人就在提说这个就是违宪嘛，因为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您怎么样来看？真的有人？我们已经觉得不可能，真的有可能。那问题就在于说，你现在这个州是这样做，对，对不对？谁会跟进？那你这个州是不是要建立一个防火墙？对，把所有美国跟全世界的互联网全部都覆盖起来，就 TikTok， 因为加州的 TikTok 可以，对。那我为什么不能从加州那边来用？我可以 travel 到加州去，然后我在加州下载，我再回来蒙大拿。那我在蒙大拿我可以使用吗？不是我，你如果你定了这个法，你如何执行？我倒是很想看看你美国人怎么执行。因为我举个例子了，我是一个蒙大拿州的孩子，年轻人，我在玩 TikTok， 对不对？那你现在规定我这个州的所有的电信业者、软体业者都不可以有 TikTok， 那所以你们都要建立一个防火墙，那你怎么建立一个防火墙？我的苹果手机全部都要建立一个。我特别去看，它不是罚使用者，它是罚你提供使用这个应用程式能力或者下载它的人，所以它罚的其实是这个应用商店，还有 TikTok。对嘛，所以你当你的，例如说我今天的苹果手机，假设了我是苹果手机，然后我在蒙大拿州，对，我的苹果手机的蒙大拿州的网路就要建立一个防火墙，就不能有 TikTok， 对，不是这样吗？是啊，那我今天是苹果手机的使用者的一个孩子，那我翻墙不就好了？对啊。
那然后呢？我翻墙，那我一样在用啊。但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多此一举呢？不是那个州，所以每个人都想看你这个州怎么执行啊。对啊。然后现在这个州还要吃上官司，哎，吃上违反违宪的官司，哎，嗯。那所以大家都在看你们这些政客要操弄到什么时候嘛？所以这是可笑的事，没办法执行啊。没办法执行，没办法执行，真的会发生。来来来，请问有哪一些我们网络上的哪一些先进，哪一些那个能告诉我，你在蒙大拿州的这个苹果的服务商怎么建立一个防火墙，全部把它下架？哎，您告诉我怎么做？在大选年，这是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这是美国，哎。所以我觉得言论自由、人权，对，所以很多以后很多人说。这就是美国、啊、我看到 Be Here 讲的民主自由还翻666 Jamie 说就问谁家的墙最强、哦、还有谁呢、哎、杰森亨利也说不要再嘴硬啦，其实王文涛要到美国来求和了、哦、所以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嗯、还有 Lu Chen 就直接问、嗯、美国人不会用 VPN 吗？哎，对，哎，其实王文涛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看结果怎么样，就他谈判以后出来的结果就知道是求和还是什么？哦，你是说是去求和还是去要东西？我觉得去了以后是等他讲，对，还是对等啊、哦？我觉得去回来以后马上就考验了。嗯，对，那这个跟嘴硬不嘴硬没有关系。嗯，因为就是结果论。对，结果论就是说去谈了以后看谈出什么来。对，而且是变成说在我们刚刚讲停止了那么久时间，然后上次王毅跟苏立文谈的是坦率而且非常的直接啊、这样子的一个会谈之后，对，实际进行到对进行到实务层面的时候，他们讲了些什么，是有什么样的成果，因为那个就是最直接的内容可以看到，下礼拜见分享。好，太好了，我们就下礼拜来跟大家看看。好，目前在线哈3438位朋友啊，感谢大家，那也谢谢大家在这个星期的加入，同时呢，我们也讲到最近有非常多的国际峰会在进行，下个星期，哎，美中商务部长真的要见面了，贸易代表戴琪说也有可能会跟王文涛见面、嗯、那大家就直接来看嘛，对，从经济层面先行，老师刚刚讲的经济看你怎么做，我们再来看看后面的外交要怎么样来处理、嗯、经济如果处理不好，哎，看不到你真的有诚意，那外交就逢谈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已经从这个美国抽单了，嗯，抽了80几吨玉米，对，我从美国抽单转往这个巴西了，对啊，那未来抽单会不会更多？那就要看这次谈判，因为之前的抽单，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做谈判的压力跟布局了。嗯，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美国的玉米商，然后你一下子老天爷要选举，你还要不要选？对，将近一百吨的玉米就卖不出去了，嗯，就继续留在你的农场上，嗯，然后结果巴西的玉米更便宜，那你美国的玉米要不要降价？而且谁吃得了那么多？对，这个只有中国大陆能够吃得了那么多，因为大陆的养猪，他们的基本上的饲料，嗯，玉米是重大的一个原料之一嘛，所以好了。下个星期我们希望全球大白话可以继续来为大家解析，看看这个世界局势要怎么走。今天非常谢谢赖玉倩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上，谢谢大家，同时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拜拜。大家午安，我是全彦莹，欢迎来到全球大白话。今天好开心哦，因为呢上个月我们刚好时间都错开，所以没有办法邀到赖老师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邀请的是国际事务专家赖玉倩老师。谢谢彦莹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来，今天一开始就要给老师一个大难题了。为什么？因为昨天基本上这个影片呢在全球播放放送，就是呢我们看到一架其实你那个影片你看不出来是一架飞机还是一架什么东西，你就是看到一个光点，然后突然就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
爆炸，然后那轰这样子，然后他讲说，哎，发生什么事情？普京他们的讲法是说有人要暗杀他。那个人是谁？好，今天进一步讲了，说那个人啊，竟然就是美国啦。他们说飞机是乌克兰他们飞的，但是幕后指使的是美国。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标题，好，标题上面就写着啊，现在是不是美国他们想要刺杀普京呢？而同一时间，其实这第二个就是习拜情势逆转。好，什么意思哈？就其实从年初开始，然后我们就一直听到美国这边，哎，他希望跟中方。就去年习拜会的时候讲说啊，大家要互访啊，有来有往啊，要有护栏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听到二月的时候布林肯要去啊，要去那个中国访问，哎，突然来个气球去不了了，就一直耽搁到现在，都已经五月了。好在昨天呢，布林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希望今年可以去中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上次那个气球事件并不是他不去中国，好，他还是希望去中国，还是希望能够履行当时习拜会的时候说双方高层要有来有往这么一件事情。那到底能不能去？好，你也不是说那就是你家，你想去就去，你还得要人家开门让你进去是吧？要有人家的同意。那到底中方的立场是什么呢？好，要来看到的是我们刚讲的布林肯又再一次的讲了，美中呢其实应该要有护栏。护栏怎么来的？就是必须要透过交往，哎，要有对话，要有交往，要有沟通，你才能够有护栏，有事情的时候才能够有个商量，有个沟通。好，那可问题来啦，大家就一直在讲啊，哦，美中双方就没有你看了一个善意嘛，总是要有善意才能够有后续。所以呢，现在这个呢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的讲法，说基本上啦，先前不是说中美双方的航班直飞中国的公司，美国的公司应该要对等吗？哎，你看，现在美国同意了。美国先前本来坚持说，你们不能飞过俄罗斯上空，因为这样子不对等啊，你们油料比较少啊。现在我们让步了。好，这个是 Financial Times 他的讲法，就讲说这个叫做稍作让步，为的就是要让叶伦访中，为这件事情来做铺路。哎，不过哦，大陆媒体不这么想了，他说不是吧，是你们自己要人家不能飞过俄罗斯上空，这件事情太无理了，怎么叫让步呢？这个不成立。但是其实从布林肯到叶伦之外，又跳出了第三个人。昨天听到了，哦，原来他们的气候特使凯瑞讲，其实我上个月前几个礼拜有啊，我有跟中方的这个谢振华，也就是他们的气候大使来通话啊，还进行线上会议。进行线上会议的时候，谢大使还邀请我去中方访问。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会谈，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对世界有益的事情，所以我近期就要到中方访问了。哎，就要请教赖老师怎么样来看，三个人都说他要去中国，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啊？哪一个你觉得最有希望？美国人三个人都想去中国，最有希望到中国的是凯瑞。哦，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吗？对，凯瑞到中国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是这个跟中美的关系没有关系。诶，他是美国特使啊，你怎么会说没有关系？他是美国的那个气候特使，是，所以是全球的议题。那在全球的暖化的议题上，中国要这个有很大的一个贡献，所以中国在这个部分里面不会回避。但是这不代表中美的关系改变了，缓和了，都不代表。这个纯粹的就是全球议题中中方不愿意落美国人的口实。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啊跟凯瑞没有会谈的话，那到时候美国人又在国际间对你胡说八道，然后侮辱你，栽赃你，抹黑你，然后把一些所有的东西不好的都灌在你身上，那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在这个部分里面不会上当。那因此呢，你看中国的外交部就不回应了。当记者问到说凯瑞要到中国来访问的事，那中国的外交部，因为外交部代表一个国家，所以这是中美的关系。所以外交部就是说，那你去问相关单位。那意思也就是我是分别对待了。所以这不是中美的关系。对，这是全球的这个气象特使对气象特使双方之间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所以中国的外交处理是分际分得很明白，而且也分得很清楚。
那这也对美国没有释放出任何中国有示弱示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我外交部的立场还是一贯，然后这是属于相关单位彼此谈。那为什么这个气候的这个气象特使他们彼此之间的会谈很重要？因为现在到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巴黎啊这个会议之前有一个京都议定书，是那这个京都议定书后来是被美国人撕毁了，美国人后来又不要了，对，那这个部分里面是因为整个气象地球确实是在暖化了，有很多岛国它已经快要不存在，然后水面一直在上升的时候，未来纽约有可能整个大水会漫灌，然后沿海的很多的大城市都有可能会陷入不安全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必须要把整个地球要降温，不然的话地球自己会去做降温的工作，那但是地球去做降温的工作是很残酷的事，所以一定我们人要赶快把温度下降，让这个地球不要自己在做降温的工作，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需要大家的努力，而这个努力转化成为这个工业上就是要减碳，那转化成为工业上要减碳的时候，它就代表了后面你无法想象的巨大的利益啊，又是另一个新的事情会出来，然后新的可能是产业，对，完全是全新的经济产业就要问世了，是，那问题就在于谁准备好了没，欧洲人欧盟是准备好了，尤其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盟，他们准备好要在一个气候暖化协议一旦达成之后，全球要开始控制碳排放量，因此所有的跟热能有关的会用到热动力的，热能有关会排出二氧化碳的，所有的这些工具，生产机交通工具全部都要达标，也就是都要达到降碳的这个标准，是，那各位想想看，一旦要达标，我们多少电器用品全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更换新的，例如说假设我们家原来有一台冷气，对，好像我家四个房间就有四台冷气，那我的四台冷气假设我原来的排碳量是比较高的，那现在一旦联合国整个都通过了，开始要排碳了，那排碳以后这个政府他就一定会去要开始推动，因为不然的话政府要缴的碳税就很高，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他就制定很多政策，制定很多政策给这个厂商，那厂商就必须要开始调整生产机器，要调整生产机器要让整个新的这些冷气都是达标的，所以我听到这边我感受是他会牵扯到底谁准备好来吃这一块大饼，嗨是的，就是这么一回事。OK， 那一旦是这样的话，那你想想看，工厂的生产机，汽车，火车，飞机，轮船，还有家电用品，全部都要更换新的。那可能是10年、20年，你要全部更换完。对，那这就牵涉到多庞大的商机。那哪一些国家的哪一些企业准备好了？那哪一些企业在未来的产业，它就是龙头。所以中国的电动车已经准备好了，是中国的家电用品也都准备好了，中国的电脑都准备好了，那你想现在就卡在美国人手上，因为美国人没有准备好，所以你看美国人就一直破坏，所以你不要以为川普就特朗普，他说我撕毁这个巴黎的这个会议，他是情绪性，不是，他背后的就是庞大的美国的工业生产。OK， 因为美国如果加入的话，那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要用这个标准的时候，美国的产业的竞争力是不如中国不如欧洲。那所以回过头来，凯瑞在这个时候他讲说，哎，中方邀请我去，然后我也愿意去，我希望双方能够开始恢复对话，是，所以美国他现在改变了，准备好了，所以你看从川普帮美国人争取到多少年了，4年了，然后拜登又2年多，6年了，所以美国事实上是已经准备好6年，那他的已经可以开始推了，那所以凯瑞就要装的表现得很积极了，不然之前美国是非常消极的，
所以这件事情上头 ，OK， 双方利益也许一样，而且是符合我们讲全人类哦，这个地球对他好的事情做好事啦。但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本身的工业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是他们的竞争力就更弱了。是，而在这个时候是新一轮的洗牌，权力的一个交接，影响很大哦。所以中国都在做准备了，连碳排放市场都在做准备了。所以它不只是在股票上的碳排放市场这么简单，它牵涉到的是方方面面，那中国已经准备好了，中国也争取到它足够的时间，而且在这个时间中，中国让自己的生产力已经整个换了，所以你看在这一次两会中就定出就是优质，对，你看这次就是要优质，其实优质里面隐藏的就是要绿色能源，对，这次其实他们蛮多一个大篇幅都在谈绿色能源。所以您看凯瑞到中国访问是不是跟中美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OK， 这就是另一件事情了，是就是大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另一个区块、另一个市场的利益在努力。那就回过头来，那看布林肯跟叶伦了，你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 Financial Times 的讲法就是说，你们一直讲美国什么你一手打人，一手又要人家跟你好好当好朋友握手，那现在我们让步啦，我们递出橄榄枝啦，我们也做出了某些的妥协啦，那是不是该来谈了？这个论点是完全完全的错误，而且这个论点是很糟糕的，而且是胡说八道的论点。我为什么会用这么不好的词？您观众朋友，您想，乌克兰的危机事实上不只是俄国跟乌克兰的事情，其实也是主要的是俄国跟美国、俄国跟北约的事，因为美国跟北约已经直接威胁到俄国的安全跟生存的问题，所以今天乌克兰的危机是美俄之间的事，那美国对俄国实施这么多的制裁，俄国难道不能够自我防卫吗？所以当俄国自我防卫反制裁的时候，他就不准你欧美对他不友善的国家飞越他的上空，这是他的反制裁的权利啊。所以那是你美国没有经过联合国同意，你片面的对俄国实施制裁，俄国的反制裁不让你经过上空，所以你的飞机、你的民航客机要飞到中国来或者飞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你都必须要绕道，那当你要绕道的时候，你的时间就增加了，你的油料成本就升高了，所以你的基本上的运费的成本就升高，因此你的票价就要往上拉高，对，那再这样，然后再加上你的通货膨胀等等，你的成本都升高的时候，你的票价要拉高，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你美国自己做的，所以你要自己承受，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咎由自取，或者你把它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叫做概括承受嘛，那这是你美国要做的事，你凭什么要中国说你因为比较没有竞争力，因为你的成本高，所以中国也不能飞越俄罗斯的上空，这岂有此理。而中国的飞机如果没有飞越俄罗斯的上空，这个对俄罗斯代表不友善，原来俄罗斯是说我可以让你飞越我上空，然后我不飞越你上空，这是中国对俄罗斯的不友善，所以美国事实上是一石二鸟，他要挑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第二个他要中国增加这个运输成本，那中国怎么可能会理会你呢？那你片面制裁本来就是不合理的，那我怎么可能支持你片面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那所以我怎么可能睡了你的愿，然后去跟俄罗斯变成好朋友，从好朋友变成坏朋友，我才不会这么做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事情、不理性的事。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所以你要要求中国不能够飞越俄罗斯上空，中国就直接告诉你做不到。你要飞越俄罗斯上空，你改善你跟俄罗斯的关系。那你做不到，你就不要叫我来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美国飞到我中国是12航班呢。我中国飞到你美国才八个航班，少了四个航班。是，那少了四个航班，现在我要求要对等12对12。你如果今天再不同意的话，那我也可以把你的十二航班减成八个航班，那还是对等了、我没有过分哦，我只是要求对等。那你美国想用这样的一个对等，然后变成说你不能够飞越俄罗斯的上空，坦白说，这你是强词夺理，不是强词、你是在乱要挟，那中国也不会吃你这一套、一旦不会吃你这一套的情况下，那要不就僵在那里，要不就中国给你减航班，
那最后你看美国人就只好回到一个对等的一个状态，然后英国的金融时报竟然会把它说成说是美国的小让步，我觉得这个话是讲不过去的，这个很明显的是金融时报故意误导，他故意的，因为没有人对这个事情看不透的，那会讲成这个样子就是故意看不透，那会故意看不透就是故意的要把美国什么都没让说成美国想让步，所以今天美国小让步了，想要给你建立护栏，然后呢你今天中国啊不买不那个不买单，所以错在中国，坦白说这个心是很坏的，我一直在强调这种出发点这种心思是很邪恶的，因为变成反过来倒把你一那个倒打你一巴掌，那这个是岂有此理，为什么？很简单，你美国没有来挑衅中需要什么护栏我今天没有去，我假设我天天惹你，天天激你，天天挑衅你，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反击嘛？对，你一定会反抗嘛？那我们俩的关系就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说，哎，我们要设一个护栏。那你觉得有这个道理吗？我今天没有挑衅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反击啊。那这个时候不需要护栏。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好，可是我今天天天挑衅你，天天挑衅你的时候，然后你一反击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们要护栏。然后我们弄了一个护栏以后，我再继续挑衅你。各位，您觉得美国人讲这句话，什么负责任的关系，什么护栏的关系，您听得下去吗？所以布林肯讲的那个话，全部都是居高临下的讲话。就是明明美国是挑衅方，美国还要装的他是一个无辜者。美国还要装的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危机管控者，坦白说这种心态是很不健康的，如果一个人这样生活，这种人是很不健康的生活，这种朋友真的不要交，因为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我们交朋友这种人真的不要交，他每天刺你挑衅你，然后再来跟你说，哎，我们要设一个护栏，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健康的发展，你不设护栏所以你是坏人你是很坏，因为责任就在你。你觉得这种朋友你还要交吗？布林肯他现在是这样子啦，他有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其实美国非常不希望中美的竞争演变成冲突。那现在一个讲法就讲说了，基本上美国内部其实是有点分化的，我们来看这个标题，美国内部分化，说对中政策是有点混乱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在目前他们内部会有不同的声音，那一直以来其实都有，只是现在那个不同声音的分歧点会越来越大，包括什么？包括现在有的人的讲法就会很直接，就说，哎，我们才是被中国人骗了。像是白宫的前安全顾问傅明他就讲了，他说不是嘛，你看以前他们都说他们韬光养晦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哎呀，好朋友韬光养晦，我们来一起合作。那一开始西方看到的中国是小鲨鱼，所以我们就想说能把它养成一个好海豚，友好的海豚，但现在变成一个可怕的大白鲨，所以他们觉得这一切呢是中国这边精心设计的骗局，向外部的对话者来发出欺骗性的信号。因为那个时候呢说中国是希望而且很快的会变成多元体系，说当时中方这样子的一个讯号跟一个讯息，所以让美国这边误判了。好，那怎么办呢？现在他们就觉得变大白鲨啦，已经都讲大白鲨了，那当然就必须要予以回击，或者是予以防备。他们的方式呢，来，最新民主党已经不是共和党了，而先前我们知道对中比较鹰派的很多时候都是共和党，也就是先前川普，也就是不是执政党。好，现在是执政党了。来，美国的民主党要推的是中国竞争法案 2.0。 好，那里头在讲的是什么呢？基本上呢就是几个点啊，一个科技领先科技不能给中国，另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资金不能给大陆人，再一个就是什么，阻止两岸之间的冲突，他强调是大陆挑起与台湾的冲突。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拜登呢在昨天召集了科技巨头，要来商讨 AI 所潜在的风险。这个风险呢，其实包括了 AI 这个发展本身到底有没有对于人类的好或坏之外，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技术性层面上面的。就目前你们技术性层面上面，有没有哪一些有可能会被人家给拿走的，这些都必须要搞清楚。好，可是也有人说
美国一直以来在半导体、在 AI、在科技业对中方的制裁，会被制裁了一个寂寞。好，原因是因为路透社的报道讲了，其实现在他们看到的是除了军用之外，因为军用大家都知道嘛，它必须是更精密的。除了军用之外，大陆整体的 AI 发展并没有受到美国晶片管制的影响，也就是说呢，一般我们日常生活或者是在我们的产业界用到的晶片可能还不到那么样的精密，并没有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那到底这一局又应该怎么看？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理论真的是似是而非，而且颠倒是非黑白啊！他讲的中国的韬光养晦的政策，事实上是邓小平上台之后啊，从经济体制改革啊，就经济改革一直到胡锦涛时期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中国很弱很穷啊，中国需要改变，但是中国对于南海的领土，中国是寸土不让的，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这个中越的边界上，越南那个时候有做了很多不礼貌的事情，所以中国来了一个自卫反击，那因此有过一次相当规模的军事上的冲突，就是中越战争，那这个是韬光养晦吗？所以我说他们都在胡说八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讲说欧美人他们就在胡说八道，因为不要忘了1979年的这个自卫反击战，然后1980年的时候在南海的岛屿上，赤瓜礁跟越南之间的战斗，然后把这个岛礁夺回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难道这是韬光养晦吗？这个，所以我觉得他们事实上是美国人这样讲是没道理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1997、98年的时候，应该98吧，很忘，时间可能还在确定一下，美国去炸中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是公然的违反联合国的海洋法规，联合国的维也纳公约，而且公然的去侵犯中国的海外的领土主权，这是一个多么的挑衅的动作。那中国没有能力，所以表达抗议以后没有能力反击。1999年，对不对？1999。然后第二个，不要忘了，2001年的时候，美国人就去入侵阿富汗了。因为9/11事件不是阿富汗政府做的，美国人就找这个理由就把阿富汗政府灭了。灭了以后，军队就部署在阿富汗，美国的手就伸到中国的新疆，在中国 CIA 在中国的新疆搞乱，搞了多少年？中国有能力吗？没有能力。然后呢，接着您也注意到了，中国当时跟利比亚跟伊拉克的政府签订了很大的一块油田要开发，这样的话可以让中国在能源方面获得比较充裕的能源，美国人就发动了对于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就把那个能源抢走了，这都是美国人干的。接着利比亚，中国的大撤侨，2010几年的时候的利比亚的中国35000人的大撤侨，这代表中国在利比亚的这种双方的经济合作，那是多少万亿美元的合作啊！美国人就这样把它抢走，跟英国人、法国人，您觉得还要忍多久？所以中国、美国，他利用中国在这段时间改革开放的时候，还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壮大，还没有能力。完全有足够能力来维护海外所有的利益的时候，美国人就一直在海外抢夺中国人的利益，美国人就一直在中国的战略的地缘战略的要点上去部署他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在中亚地区盖军事基地，那时候在中亚五国里面盖了好几个空军的军事基地，还跟蒙古国建立军事的合作关系，都是要全方位的遏制中国的发展，威胁中国的生存，这个都是美国人做的。所以我觉得福明不要说谎了，我觉得美国人，你们这些读书人，这些政客，你们不会不懂你们美国人的这段时间的历史。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不要一直在说谎，第二个不要一直在编理由，第三个不要一直把责任怪在中国身上。那今天中国好不容易强大起来的，内部的政治清明的，在经过10年的这种这个反贪啊，这个
把这个贪腐 的这些力量都清除的一大半的时候，中国的人民的那种对政府的向心力，然后中国人民的工作士气跟意愿越来越强大，不管商界的贪腐集团、政界的贪腐集团、军界的贪腐集团，这样子不断的在整肃啊，在不断的在这样子依法来整理了以后，中国人现在成为一个更有力量的一个政府跟军队。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中国当然要维护他在国内跟海外的权利嘛。那当你美国人在猥琐、在任性、在胡作非为的时候，中国人当然会说不嘛。那这个是合理正当的事啊。什么叫做中国人欺骗你？以前是随便被你欺负，哎，那是没有能力反击，哎，现在有能力反击的还让你这样欺负吗？啊，难道今天中国已经够块头够大了，那个胳膊也够硬了，这个时候还任你这样欺负吗？我觉得不要有这种种族偏见，就是说福民这些白人不要有种族偏见，说认为你对黄种人、亚洲人你就可以任你欺负。今天坦白说，杨洁篪讲的那句话就是中国人不吃你这一套，其实这句话就是反映出毛泽东在天安门的时候说中国人站起来了，其实这句话是真正反射是中国的实力已经到中国是真正站起来了。所以毛泽东把中国人的愿望讲出来，中国人站起来了，但是现在是中国人做到了，中国人站起来。所以我觉得美国人要认中国人是真正站起来了，所以谁也别想再欺负中国人，谁也别想从中国人身上再去建立不平等的待遇跟不平等的条约，谁都别想。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就趁早放弃这个幻想，这样的情形下中美的关系才有可能健康发展。如果美国一直还有这样的一个幻想，还每天在那边栽赃抹黑中国，那中美的关系不可能健康发展，也不可能朝好的方向走。确实就是现在的中国跟你说1999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中国了，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什么状态？来带你看到，现在是大陆的电动车充电技术是独霸全球的，日本媒体甚至讲说未来恐怕这个市场也许会被中国给垄断，确实他们现在包括了快速充啊，包括电池等等的专利技术，中国申请的是最多的。现在中国确实啊，你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甚至还开始加紧控制外企了。好，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发现内部，哎，好像有人在讲外企这边是不是在中国里头这个市场里面，但是呢在做一些他们觉得不认可的事情。好，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开始说，哎，那我们也要开始来管控一下这件事情呢。据说有很多的外资其实是，哎，有些胆怯的，但是中国这个市场仍旧是跨国企业的最爱。换句话说，就即便是这样，哎，他们也还是想要继续留在中国市场。前几天我们不讲了吗？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他们也开始说，哎，为什么我们要全部退出？国安议题是国安议题，这个是我们的最大市场，我们为什么要退出？那你也看到什么？你也看到现在呢，在中方这边呢，他们也开始在指控说，像美国啊，你们喜欢捉别人，你们的 CIA 不就才是在50个国家里面策划颜色革命吗？你们开始研发出一些软体啊，一些技术，让年轻人可以有快闪的抗议啊，可以让他们透过网络的连接来进行这个政治上面的一些动作。这个是中方他们以前我们比较少看到有类似的指控，他们现在也开始很明确的讲了。那更别说习近平，他其实在之前也曾经讲过说什么，曾经讲过说，哎，他们就是认为美国就是搞霸权，都是直接的讲的。而习近平他现在在内部的态度其实也不太一样，今天这个还蛮吸引大家的目光的，他就直接讲了说，优秀的干部不能像储君一样坐等提拔，他们在内部的官场文化现在开始做了一些改变。那当然了，这当中也牵扯到中方，他们也希望能够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个优势。那与之而来的就是美国、中国，当他们真正在双方各个层面上都变成了更加的平起平坐、更加的实力对等的大国的时候，新加坡国防部长说话了，未来10年啊，我们看在眼里啊，我们害怕的是什么？我们害怕的是亚洲会爆发战争，我们要避免的是亚洲爆发战争。来，老师你怎么看？谁想要战争？没有人想要战争。但是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你只好去面对，而且你必须要去做好准备。
哦，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积极健康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原则。问题是谁要挑起战争？中国今天的航母没有开到美国家门口，在美国的纽约外海举行这种核战略演习，没有。中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没有没事就在加州西谷的外面这个那个地方举行各种操演，没有，中国都没有。中国的庞大的舰队没有进入加勒比海，但是美国的庞大的舰队进入南海，进入东海。中国没事跟菲律宾搞一个肩并肩的史上规模最大的军演，在东北亚也搞了军演，跟日本也搞了军演，然后跟泰国也搞了金眼金蛇的军演，都在中国的加边周边一直不停地搞军演。那战争到底是中国在自己家门口，那叫中国挑起战争吗？是你美国的大军千里迢迢地越过这个太平洋，从东岸跑到太平洋的西岸，然后到中国的家门口来，那这个中间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责任当然在美国嘛。所以我觉得东盟的国家都要认清楚这个局势不是中国挑起来的，永远不要认为是中国挑起来，不要把中美在战争中放在平等地位，因为绝对不会是中国挑起来的，绝对是美国。美国家把军队撤回家，他家门口守住他家门口，这样就好了嘛。你美国守自己的家门口，中国守自己的家门口，你美国 保证你的海洋通道的安全，中国保证中国自己海洋通道的安全，彼此之间不当，彼此之间 不影响到对方的安全，中美之间怎么会有大仗呢？怎么会爆发冲突呢？所以新加坡的国防部部长的担忧应该更多的告诉美国人说，我们东盟的国家不会容许你美国在亚洲在这个地方去制造军事冲突。我觉得东盟的国家要转变立场。好，我们来看一下您刚提到的中国的整个工业的发展。我们分成几类，各位您自己想一想有没有道理。首先在交通类，在交通类，中国现在的造船船舶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了，早就超过韩国了。现在中国在 LNG 船也在直追韩国，那目前中国所获得的订单看起来可能再过几年中国的 LNG 船也会超过韩国。所以各种不管是货柜船、汽车船就汽车载运船，或者是 LNG 船，或者是邮轮或者是这个豪华的旅游用的大邮轮，中国完全都有自制能力，而且在全世界排名都第一。那中国在电动车这个部分未来也很有可能会是占全世界第一，目前的分量就已经是第一了。中国现在在往中高档的方向走，中档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是在往高档的方向在走。那未来中国也相当有可能排全世界第一，而且占的份额很大。中国的高铁目前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了，对，德法跟日本联合起来也没办法跟中国 PK， 所以未来中国的高铁也是第一。未来我估计现在的高铁是世界第一，我觉得未来飞机有可能也会进入三强的顶列。民航就 C919 到 C929，未来可以跟这个美国跟德法来 PK 了。所以在交通这个部分，中国已经在全世界你整个总计起来会排名第一。家电这个部分，中国一定会击败日本跟韩国。所以家电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没有办法跟中国来 PK。我觉得未来中国的家电也会排名第一。通讯就是华为、中兴等这些通讯，不管是基础的通讯到应用的这个移动的这些通讯，中国未来也一定，现在已经排名第一，未来也会继续维持第一。那现在中国在努力的第一部分就是数据这个部分，对，也就是说数位的平台，数位的平台这个部分，未来中国一定会跟美国成为一个最强的两强的竞争，而中国超越美国的机会比美国大。为什么呢？因为您看看现在目前在美国应用软体中排名前十名，前三名都是中国的而且这个比重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那目前中国在集体直追的就是生化产业，是生化产业以法国、美国跟德国还有日本为首。那现在中国在集体直追，所以生化产业加上太空的这个合作的发展，
未来这块领域中国叫攻关突破以后，在各项领域中国都会是世界第一。各位想想，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坦白说这其势不可挡啊，因为中国人的科学 的智慧是与生俱来的，再加上勤奋努力的好学跟孜孜不倦的钻研，我觉得只要是科学的东西对中国大陆来讲问题都不大。那因此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政策中是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是要并重的，所以很明显的现在中国在努力开发的就是精神文明这一块，在整个大战略的发展中其实前景是乐观的。是，那相对来讲的话，中国还到今天其实主要还是闷着头干自己的事，但是美国相对来讲却是在重点都放在别人身上，这个对美国是不健康，对美国的发展也不利，所以长期来看的话，我个人的推断是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而这个趋势真的是美国的政客再怎么生气都没用，你就是挡不了的。从老师刚刚在讲最刚开始说双方要对话啦，或是互相之间的一些说法，老师一再的强调说美国人这样子不健康，美国人这样子不健康。好，可能会认同老师的还有谁？俄罗斯人。好，为什么？因为他们也说这样子不健康啦。这个是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哦，这个画面其实呢在全球疯传，就是说晚上克里姆林宫的上空突然来了一架无人机，现在各界的说法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自己自导自演自炸的，我跟你说他不这样子，他怎么样在合理化大规模动员自己来的，美国智库就这样讲嘛，对不对？好，但也有人说什么不是，美国是幕后黑手，俄罗斯就这样讲啦，他们就说你看为什么莫名其妙会有一台无人机飞到我们克里姆林宫的上空，要不是我们有人在那边守着，他可能就是要来暗杀普京的。好，所以呢他们连夜的派了24架无人机去反击。那目前呢基本上他们的讲法就是说什么，就说我们就是为了克里姆林宫，他很明显就是来报复的啦哈。那俄罗斯的外交部就直接酸啦，不是嘛，第一被炸的是克里姆林宫，那你们西方怎么都没有说话，集体沉默，他认为西方世界你看就是这样双标。好，美俄双方你看得出来就是互相指责，各说各的，但到底是谁先发动那个无人机，是谁飞的，好，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相。那你就会忽然想到说不对啊，先前不是说俄乌战现在中方介入调停，然后呢双方也可以开始来有好的对话，那泽伦斯基这边也讲说我希望中方能够发表能够发展能够发挥积极作用。那俄罗斯这边也说他们认同中方所提出的一些观点，看起来势头很好啊，怎么会忽然这炸成这个样子。好，所以事发之后呢你就看到了秦刚他现在人呢在上合外长会，他第一时间呢已经赶紧的见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那现在就是还是希望能够触动双方谈和。我就要请教老师了，好，原因是因为在先前呢这个他从恢复了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两边的邦交之后，大家就看到中方在外交上其实频频出手的，他包括了以巴啊，各方面他们就是从区域上面他好像觉得说他可以做的事情他都愿意来调的来调解，然后到后来一直到最近才开始说他们愿意在俄乌这一块也开始有尽力，很明确的说他愿意来尽力，那突然出现这件事情你怎么解读？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目前没有一手资料，我们也没看到科学调查的证据，所以我们只能用推断啊。对，那推断没有事证嘛，我们没有事证，所以我们只能用逻辑性的方式来推断，我们尝试的做看看啊。我觉得推断的途径啊，我选择的是谁希望俄乌的冲突能够暂时或是永久停止，就是谁想要止战。谁想要止战，也就是说俄乌的战争如果能够停下来对谁有利？欧洲人一定的啊，欧洲人现在很惨啊，很好，所以欧洲人欧盟啊，欧盟啊，不是英国哈，欧盟他们希望止战，联合国大部分的国家也希望止战，中国也希望止战，因为中国跟俄国跟乌克兰关系都很好，对，然后乌克兰也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进入东欧南欧很重要的交通的枢纽点，然后过去中乌的贸易很大，是，
而且中国一直是乌克兰大宗物资的第一大的或跟第二大的出口伙伴，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那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中国也希望止战。好，再来我们来看看当事方，俄国也希望停战了，乌克兰也希望停战，好，那谁不希望停战？谁？对不对？我们就问嘛，美国不希望停战，因为美国在第一时间就是反对那个中国的调停，就是反对止战，美国人当初就第一时间就说要继续打，这美国人的态度明确的讲，他是直接讲说我们当然欢迎中方也能够来协助调停，但是我们很怀疑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大概我记得那个时候白宫的声明是这样子，那是第二段，因为第一段是习近平跟马克龙讲的时候，你说一开始的第一段、一讲的时候美国人马上反对说要继续打，因为那时候习近平跟马克龙讲到说我们努力来看看能不能停战，而美国第一时间就反对，然后第二时间的时候是泽连斯基跟习近平打电话了，对，美国人就说哎呀你能起什么作用，那是第二段了，因为当事人都是要停战的，你美国人再说主战，那你美国人就坏到极点了。可是他前几天也送了3亿美元过去，对，好，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到了，是美国人希望继续打，还有谁？乌克兰的极端分子跟 CIA 啊，因为继续打他们才有油水，一旦停止了以后很有可能就会有清算，那你不停止他们就继续可以污钱，美国的国会也调查发现他们污了美国北约很多的钱，很多的物资， CIA 自己也说这些北约给乌克兰的很多的物资交过去没多久就流入了国际黑市，所以他们本身荷包赚得满满的，那 CIA 也当然不希望停战，因为一旦停战他的经费就减少了，如果继续有的话他的钱就会越来越多，而那个钱是不用被审查的，特别预算，都是特别预算，对，都是特别预算，所以这个战争继续打对 CIA 有利，对于乌克兰的极端主义者有利，对美国的政客继续可以把钱拨不出去，中间再抽一部分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有利。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这些他们都不希望止战，从这个角度来切，那你想当中国马克宏也就是欧盟都希望主战，联合国通过一个协议由联合国跟欧盟来推动主战止战，然后呢我讲中国跟欧盟都是止战，然后巴西也都要求止战，都朝这个方向在走的时候，那为什么会爆发这个克里姆林宫被袭击的这种事情，无人机了，所以第一个克里姆林宫自导自演的可能性很低，第二个泽连斯基去攻击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如果是官方的你没有办法从这个乌克兰飞到莫斯科800多公里去打，很难，所以很有可能就在莫斯科市内或是在它的郊外，而且选择半夜，选择晚上一两点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睡着了，所以目击者很少，是如果你今天白天的话，那大家看到飞机起飞有很多人就会目击，就会知道是在哪里地方释放出来的，好，所以我估计是乌克兰的极端主义者结合 CIA 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我的推断了。那不就是两边都有了吗？我觉得，但是不会是泽连斯基，也不会是这个克里姆林宫，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就好像北溪二号线，我们就问对谁有利，对谁不利，那你看最后的整个箭头就是指向美国跟北欧的相关的国家，因为这个管线一旦炸掉以后，北欧的油气卖到欧洲就非常好的价钱。其实老师刚刚这样推断，当然我们一再的声明，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市政，国际上面也没有看到更多的市政，所以一切就是用逻辑方面的，那老师来帮大家做一个推断，大家听听看，您可以自行判断您的感受。但是目前我看到一个最新的俄罗斯外电，他们讲法是说俄军西部他们有一个集群新闻中心的负责人告诉媒体说，俄国的这个天空部队他们开始已经对乌军外国教官驻地来实施打击了。那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然后直接真的又在另一个规模的动员？那当然，现在秦刚见了俄罗斯的外长之后，有没有办法把它 hold 住？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后续？中方 hold 得住吗？好，原因是因为在我看到一个欧盟跟中国的老师，其实两边都是老师啦，欧洲的老师跟中方的老师，他们在比较说谁比较伪善，结果牛津跟北大的学者他们在激辩，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俄乌战争。好，其实呢，我相信这两方就像老师刚刚讲的，他们都希望说这个战争能够停止，他们彼此之间确实也都是为了这个战争来付出了一些心力。好，但是您怎么样来看后续？当中方希望能够介入调停的时候，现在还能够 hold 住吗？因为如果真的像您刚刚所预测的，美国是不希望的话，牛津大学不是欧盟啊，对了，英国。牛津大学是英国，英国一直主战，对，哦，英国一直希望乌克兰一直打，人死的越多越好，哦，所以这是英国的立场，那对不起，中国不是俄乌冲突的当事方，哦，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啊，利益损失也是最少的。而俄乌冲突中利益损失最大的是欧盟，而不是英国。所以英国是欧盟乌克兰战争中利益获得 的有利方之一。因为在当时油价涨得很高，天然气价涨得很高的时候，英国有油价有天然气，它的北海油田。所以英国在当时赚了不少钱，那英国本身没有立场。那请问一下，如果今天这个议题就是一个错误的议题，因为中国不是利益的攸关方，不是利益的当事方，中国完全可以不介入，所以中国不介入，如果中国介入是伪善，那中国不介入是不是也是伪善？进退都失据啊，不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是胡说八道，牛津大学的这个教授就在胡说八道，是是中国不介入你也说是伪善，中国介入你也说是伪善，那不介入跟介入都是伪善，所以中国做跟不做都是伪善，这个叫做胡说八道，因为论点没有这样子，那欧盟是一个受害者，欧盟要求主战，要求止战，止战，欧盟有什么错？所以牛津大学本身才是真正的伪善，也就是说论题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伪论题，那如果以牛津大学的论点，我如果是北大教授，我就会问，所以您的指控是整个联合国都伪善，因为是联合国跟欧盟他们通过一个决议，而且呢这个决议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也包括你欧盟，也包括你非欧盟的安格鲁萨克逊国家的投票权，你英国没有投下否决票，你英国没有投下弃权票，你英国投下是战争票，所以你英国跟美国是彻底的伪善，你们既希望联合国跟欧盟出来调停俄乌的冲突，你们却另外一手却只要乌克兰继续去打仗，这才是彻彻底底的伪善。好，其实呢我们刚刚讲俄乌战，现在中方他们希望能够介入嘛，那更别说他自己家门口的南海议题。好，我们回过头来讲南海。好，为什么？因为现在美非，好，据说啦，这次小马可是去美国之前就已经直接的讲了，就是你美国要给我具体的承诺，我们共同防御的范围包括哪里。现在美国直接给他承诺了，就是我们共同防御的范围就包括了整个南海。好，换句话说了，就是你在任何地方发生什么问题，哎，都算我的，老大哥挺你都算我的。那这么一讲，当然了，中方这边的外交部发言人他们就直接说了，这基本上呢就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插手南海问题。那小马可斯的讲法是，没有啦，我们其实先前有跟他们借他们比较多的军事基地，我们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啊，只是说双方之间啊彼此的演练比较方便。这个地方呢，南海行为准则，中方其实从今年开始一开始就很明确的讲，他们希望今年能够有更长足的一些进展。但是呢，发现哎，美菲这个一打入之后，好像又有一些乱了。那更别说了，现在美日韩发现了他们的前舰指挥官都一起到关岛，然后首度美日韩三方的指挥官一起登上了美国的战略核潜舰，那说是要释出一个强烈的讯息，讲都是讲针对北韩啦，但是因为太过于敏感啊，也太过于这个地区性上头，大家都在看，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
你一直在北韩，但其实你也是想要告诉其他国家释出一些讯息，您怎么样来看这个区域上面？我觉得美国这次在拉菲律宾这个部分没有成功，因为本来美国他是希望菲律宾选边站，对，就是选美国。那菲律宾这次小马可是他当然承受到很巨大的压力，而他的压力有来自于外部美国的压力，也有来自于内部菲律宾亲美派的压力，所以菲律宾的小马可是他事实上是夹心饼干。那他又也他本身又有另外一部分的压力，就是杜特尔特南部系统，他们是希望跟中国大陆维持很好的关系，对，所以在菲律宾内部里面有一派大派的人，他是希望跟中国大陆好的关系，另外一派亲美的是希望菲律宾倒向美国，那小马可是要做选择，对，可是他自己也知道他跟中国的关系好的话给菲律宾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因为中国对菲律宾确实是没有领土的野心，对菲律宾的那在南海的争议这个部分，中方一直主张我们各自争议共同开放，他们不也说南海问题他要自己谈吗？ 对，所以原本一直都是这样的，那在一月份的时候呢，小马可是到北京访问是很成功的，所以签了这个有中菲的联合声明26项，那从第七项开始，那么都是双方合作的具体的项目，又签了14项文件，而这个文件就是更具体项目中的落实的一个协议性的文件，那如果朝这个方向走的话，对菲律宾跟中国两边的关系都是很好的，那对美国人来讲当然就不希望看到了，所以美国就给小马克思施加很大压力，从布林肯去贺锦丽去到奥斯汀去，然后也鼓动他内部的这些亲美派给小马克思压力的时候，那很明显的小马克思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妥协了，所以他从5个基地开放到4个基地给美国使用，那后呢他也想测试美国到底对于这个1951年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到底美国的对承诺到什么地步，所以在4月22号秦刚跟小马克思对话完了以后，对，那23号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就带着一群记者就靠近了仁爱礁，那中国的海警船就把他赶走了，对，结果小马可斯就看着美国的军舰什么都没做，所以小马可斯心里面已经有数了，那是发生在23号的事，一直到29号美国的国务院才发表声明说支持菲律宾，但是问题就在于然后呢没有动作，对，对小马可斯来讲的话就然后呢，所以当拜登又跟小马可斯讲说我对你们的承诺这时候不能讲坚若磐石了，因为坚若磐石已经变成一个大笑话，他就说坚若铁甲不是磐石了是铁甲了，变成铁甲这样，okay，坚若铁那意思是牢不可破的意思了，对，但问题就在于谁信呢，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小马可斯到美国去的时候跟拜登的见面，你看会后没有联合记者会，虽然有美菲的联合声明，可是第一个台湾的问题变成是说台海的和平是影响到全球，那是空泛的，但是小马可斯说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已经讲得很明白了，然后你可以看出他没有违反。第二个他不选边站在美菲的联合声明中也表达很明白，他没有跟美国去谴责中国，他也没有像尹锡悦那样对中国很不友善，而小马克思完全没有，然后所以只有唯一碰到敏感的问题就是台海的和平影响到全球，就这样子而已，然后所以我觉得小马克思在这一次他的骨头够硬，美国给他压力够大，然后结果拜登什么都没要到，所以后来记者会就取消了，没有记者会，所以您认为这个就是他美国等于是希望能够挽回他给了他一个承诺，但是他到底能够要到什么东西后续都必须要再继续观察，原因是因为其实从开年然后他跟习近平见面之后，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哎，怎么好像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那这个剧情一直在滚动当中，当然你就必须要看后续的发展是什么才能够知道他会再怎么变，我觉得一个指标是这样子了，因为中国没有要求跟他有来往的国家选边站，我再强调，对，中国没有要求选边站，中国说你可以跟我是好朋友，你也可以跟美国是好朋友，
所以中国比较主张的是你可以两边都是好朋友，就是等距、OK 好、哦、但是美国是要求你只能选我这边。好，那当菲律宾走等距的时候、其实等于是菲律宾拒绝美国、选择中国，其实用这个角度来看是有点合理的。来，老师，那我就要问了，如果说等距你也可以接受的话，那韩国驻美大使说我们希望跟中方尽快的来高级别接触，保持良好的关系。好，同时呢，这个驻美大使他也承认了中方可能对于首尔跟美国还有日本啊大量的一些外交接触有一些不愉快的反应，有一些觉得不是那么好。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肯定会与中国接触，我们必须跟他们保持良好友善的关系，你怎么样来看？我觉得韩国的这一届的总统对中国很不友善、哦、然后他是很明显的选边站，他不是等距、哦、你觉得他也很他完全没有等距、他完全倒向美国、长津湖战役他都拿出来说话了，而且颠倒历史是非黑白、美国明明是被围住了，准备被歼灭了，突围是仓皇而逃的意思，哎，然后他们还可以站起来鼓掌，你看这是美国人的议员，这个对于美国人的历史实在是一知半解、然后这位韩国的总统对于这个发生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的历史也是一无所知、坦白说这是有点可笑的事情，有点可悲了、那尹锡悦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友善的，那因此他做的任何动作中国不会理会他的，什么邀请习近平到韩国去访问，对，谁会理你啊？啊，然后说什么啊，我们还是希望跟你中国建立好的关系，谁理你啊？然后你看连俄罗斯他都得罪了，俄罗斯都说好啊，你要这样对我，你给乌克兰武器，那有一天在你的土地上你会看到朝鲜的武器。你会看到朝鲜使用的是俄罗斯的武器，朝鲜使用是俄罗斯的武器、okay、那也就是说俄罗斯可能会供应朝鲜重要的战略性的武器、对不对？好，那中国对于中国对韩国从来没有领土上的野心呢、那你韩国拉了日本跟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搞一个军事同盟、表面上你是要对付朝鲜，难道你不是为了要对付中国跟这个俄罗斯吗？你把美国的核力量拉进这个日本海，拉进朝鲜半岛，难道不是就是要对付中国跟俄罗斯吗？因为美国要对朝鲜核动手还需要把核潜舰拉到日本海吗？核潜舰其实它的那个飞弹的射程其实它在他家也可以啦，对啊，它不需要到那边，它不需要到南海嘛，对，所以我们看得很明白，就是你韩国的所作所为都是直接在威胁中国的安全，这是非常的不友善、OK 好，所以中方跟韩方现在老师是这样解。来，最后一题，也就是其实先前我们有刚刚讲到了中方有出手的是什么，是中东。好，中东现在、美国人来了，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这个周末要访沙烏地阿拉伯，特别强调什么？特别强调我们是要讨论跟海湾国家的关系啊，发展啊。然后因为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呢，说可能也会跟印度啊、跟阿联酋这边有一些新合作的领域。哎，我还记得他印度先前他们最新一个宣布的就是在 AI 领域啊，在半导体产业、在晶片产业都希望同盟啊，同盟的意思是什么？但就是叫印度跟美国共同敌人是谁？很明显嘛。老师，那你怎么看他这次要去沙烏地阿拉伯了？他当然是又要去破坏沙烏地阿拉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了。我跟各位很简单的说，中国跟他来往的国家，他的目标没有对上美国。坦白说，真的没有对上美国。你说没有以美国为思考去各个击破他的盟友，这个意思？没有，我觉得中国不需要做这件事。你看中国的外交跟他交往其实是要符合中国的利益，然后也满足对方的利益。例如说中国跟沙特的来往是希望获得能源的供应更稳定，然后也能够让中国的这些科技产品跟这些基础建设能够贡献到沙烏地阿拉伯，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能够接到更多的海外订单。那因为基础建设它牵涉到是非常大的材料的供应，
包括三 C 啦，包括5G 啦，通信系统啦，包括基建能力啦，包括各种各样的创造的就业机会。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它的海外的基础建设是一个很重大的收入之一，只是之一而已。那因此呢，中国的来往的国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而不是要针对美国。坦白说，针对美国并不是中国的重点，而是中国要跟你来往，让自己更强大，跟巴西也是一样，让自己中国在货品大宗物品这个部分能够获得更多，然后建立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让中国的这么庞大的工业，你想想看，14亿人口一个工业大国，每天生产多少东西要卖，除了自己消费以外要卖到海外去，那你想想看，你要卖出去要卖30%到35%，那这是一个庞大庞大的量，很大，所以货轮要一船一船这样开出去，所以中国需要庞大的海外市场，而且中国需要庞大的海外的原料供应给中国，所以我们需要原料进来，我们必须要把工业制成品卖出去，在这样一个贸易交易中创造好多好多人的就业机会，养活14亿人，不但养活，而且要让这些14亿人开始从养活过得好到富裕，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所以中国目前来讲，事实上是一直在创造这个机会，而美国它是因为已经很富裕了，所以美国人均所得已经6万多美元的，中国才1万多美元，这么富裕的美国，他当然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对抗你中国。为什么？他不要你中国超越他，因为中国的总体经济会超越他，可是中国的人均所得还没有嘛，还不到美国的，我看美国6万，中国12000，对不对？1/5嘛，对，中国的人均所得才是你美国的1/5而已嘛，虽然它的总体量是已经越来越接近你了，但是它的人均所得还是少嘛，所以我觉得美国人不要这么的小心眼，中国人到30000人均所得的时候，也还是你的一半而已嘛，不要这么小气嘛，就是你过得好，中国人也想过得好嘛，大家平等相待嘛，何必这么小心眼呢？真是不好了。那你觉得就是在中方先前把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拉在一块儿，但是最近我们又看到伊朗扣油船啊，说一个星期扣了2艘，那有可能那是美国人先扣。对，美国人，那就双方嘛，美国然后伊朗现在扣了2艘在一个星期内，对，那所以大家就讲说这个一个缴获有可能又会让这个中东本来大好的一个和解的势头会因此而打乱步伐，您怎么样来看就是这一局有可能会再搞黄了吗？我觉得不会了，不会了。为什么？因为您看，第一艘扣的是油已经出来了，对，所以不是产油国的责任了，那是要往德州运的油，所以伊朗把它扣住了，所以不会影响海湾国家他们的生计的问题跟他们的利益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商业的规定，我的船离港了以后，那我已经交货了，那海上的安全对要有，那就是那个船公司跟那个他们的责任了，所以伊朗的做法没有影响到海湾国家逊尼派的利益。 OK， 第二艘被扣是空船，是空船，空船，所以也没有影响到海湾国家的利益，伊朗现在在处理的时候已经有关注到逊尼派的海湾国家的利益的问题，现在是那个苏利文是要去申誓了，造谣了，那我觉得有大使馆了以后就可以沟通了，所以伊朗的大使馆可以跟沙特阿拉伯的外交人员他们也可以有充分的沟通，然后伊朗也会充分考虑到沙特阿拉伯他们的利益的问题，不要去伤害到他们的利益，那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被见缝插针了。好，所以就是如果回过头来，这句话好像很奇怪，布林肯说的啦，护栏必须要透过交往，现在伊朗跟沙特阿拉伯有交往了，有大使馆了，现在有直接的外交人员可以沟通，可以对话了，所以当然希望一开始双方能够坐下来谈，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毕竟生而为人，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对，这真的不是一个就是大家说很广泛然后很难达成的愿望，其实应该是可以的。我讲最后一句话，您说美国人只要取消从特朗普时代一直到现在对于中国的所有不友善的这些规定，这些措施，中美的关系立刻健康，马上就对话。美国你可以做到，你如果真的想见富兰，把所有的你从特朗普时代到现在你所
添加上去的所有的禁止限制的所有的关税，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取消，保证中美的关系立刻健康发展。马上有对话，戴琦说不行。那所以是你美国人搞的嘛？你美国人自己在深思嘛，自己检讨反省，改进以后再说。好，来，美中关系到底该如何发展？怎么样才是健康的发展？老师今天一直强调要健康的发展，健康的观看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能够让大家发展的都更好，世界和平，好不好 ？Peace！ 来，今天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赖岳轩老师来到我们的大白话。我们下个星期五中午12:30，大家一起线上再见了，拜拜，拜拜。